2010年4月的一天，南京军区某部的训练场，一支代号为勇士的特种兵集训队正在进行射击训练，要求队员在进入模拟的两个房间后，要快速辨认出五个靶子中哪个是恐怖分子，哪个是平民，并且快速对代表恐怖分子的靶子进行射击。这是一个叫做人质辨认射击，队员就是说一进入门的时候要对房间进行搜索。我们这个辨认主要是以这是否携带武器为标准，判断他是这个歹徒或者是恐怖分子，那么你要把他要击毙，是不是这个目标你看到没有？但是所以这个没打他，但这个我们发现他了，对吧？这个他把手枪掏出来了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对他实施射击。射击！人质辨认射击不仅要求队员们具备精准的枪法，更要有快速反应和准确判断的能力。可以看出，所有参训的队员的注意力都高度集中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有没有？带！出来！带！备！射击！射击！李丰晓25岁，入伍8年，曾经多次在侦察兵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，并被选送到欧洲某国特种兵部队学习，是一名久经沙场的特种兵，射击是他的优势项目。快快快！刚才整个流程下来，我是10秒3级，严格来讲是在前10名。李丰晓所在的这支勇士集训队已经组建了半年，为了对侦察兵骨干培训，同时选拔参加国际侦察兵比武的重点培养对象，在全军区范围内选拔了67名侦察兵，他们展开的是射击、越野、攀登、跳伞等10几个高强度高难度训练课。集训队员除了每天都要进行12个小时的训练外，还要时常承受选拔考核的压力。在分阶段的考核中，成绩排名靠后的队员将面临淘汰，队员们感到压力很大。我们当时进来的是这个队员，我们就秉承着就是全程淘汰，这个优中选优的这种原则。那么现在目前来，我们进行了3次的这个选拔考核，3次选拔考核，现在目前还剩26名队员。为了给证明一下我自己的，到底说在这集训队我能排第几，最后反正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就是自己给自己苦练，反正有什么不懂啊请教的。那几个月反正瘦了也不少，自己心理压力也比较大。在勇士集训队里，就连李丰晓这样的老侦察兵也不敢有丝毫的放松。一周之后，他们将迎来最后一次淘汰考核，26名队员中将有8人遭到淘汰，能否排在18名以内，此时李丰晓的心里并没有太大压力，因为在这个集训队里，每一名队员都有很强的实力，即使他眼里的新兵蛋子也一个个进步神速。总兵到，准备，站，准备，射击。他刚进军队的时候射击成绩可以说是一塌糊涂，但是他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，成绩在稳步的提高，目前呢可以进入前10名。10秒039。和李丰晓相比，朱红兵就是个新兵蛋子。朱红兵20岁，入伍3年，是某步兵旅战士。他的优势是体能方面比较突出，入选勇士集训队。在6个月的训练中，他的训练特别刻苦，各项训练成绩也提高得很快。刚来到这个集训队的时候，射击成绩不是很好。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东一枪西一枪，反正就是打不上吧。因为我是步兵专业，对于这种特种专业，基本上就是一个陌生科目，
然后通过这段时间6个月啊，不断的努力，自己也有很大的提高。总兵到，对，通过采访，记者得知，朱红兵是全队年龄最小的一名队员。但这位有些腼腆的小战士，身上却有一股韧劲。就在刚刚进行的辨认人质射击训练中，他的成绩已经和射击经验丰富的李峰祥不相上下。没感觉自己有挑战，但是我总感觉自己每一个科目都在无时无不刻的都在进步，我想这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朱红兵虽然每次讲话时的声音都很小，从他的话中我们却强烈的感受到他对最后的考核充满了信心。射击是这一天训练的重点，在辨认人质射击结束后，队员们马上就进入到又一个射击科目的训练，对多目标快速射击，考察的是队员们对射击动作的娴熟掌握和心理素质的稳定性。对多目标快速射击，射击距离为40米，队员们从距离射击线10米的地点快速跑向射击线，然后快速将弹夹装好后对目标靶射击，在规定的17秒钟时间内，以命中目标的成绩和用时长短为评判标准。而这一天的训练比平时多加了2个靶子，在同样的17秒时间内对12个目标靶射击，难度比以往要大得多。我们来点小竞赛，12个目标，12发子弹，啊，每一发子弹50个分油车。什么朱红兵？给你规定这个，你行吗？可以。在此之前的辨认人质设计中，朱红兵的发挥很不错，可以说集训队队长张建军对朱红兵的出场抱有极大的希望。指标不要慌，姿势收紧。对。有没有超时？16秒97秒。好，可以。时间没超啊，正估计差不多。我看看。5号跑了啊。啊，11号走，12号跑了啊！朱红兵在17秒内完成了对多目标快速射击，但却有2发子弹跑靶。看到自己的成绩后，小战士显得有些着急了。这个成绩只能排在20名开外，基本在26名队员中垫底。按照事先说好的规矩，朱红兵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处罚，100个俯卧撑。可在接下来的几轮射击中，他的状态并没有什么起色，连1次12发全中都没有打出来。原本射击水平接近前10的朱红兵一下子落了下来。感觉时间上规定比较严，我自己心里比较急，可能是有点感受。而其他队员表现的都比较稳定，像李峰晓这样的老兵，更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命中了全部12个目标靶。喂，看着啊，是自己，来，走。可以。是不在了吗？你说从前天开始，射击教员李志军发现了朱红兵射击技术上的一个问题。在训练结束时，李志军把朱红兵单独留了下来。射击之前的是头脑里面把这个过程转一转，你为什么在转向的时候，转目标的时候
会出现向左的偏移比较大。你看，你可以这样练习啊。你练习激发的时候，就没事的时候，拿一支笔，就是直长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放到自己的食指上面，不要贴住。哎，快速的，你看，这样去练是吧？手不动，真正向后用劲，真正向后用力，这样子练。好，你看，仅仅是食指第二关节在动是吧？整个手其他位置不动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试一下。你看，你为什么偏左？你激发的时候手是这样子用的力，你是往着右后方用力，右后方一用力，力矩偏左，枪口不就向左了吗？是不是？这个方法回去好好练，好好用啊，放心用。这个环节大家注意好。勇士集训队队员大多是特种兵、侦察兵出身，和他们相比，以前是步兵的朱红兵训练基础比较薄弱，遇到难度较大的训练科目时就容易出问题。教员的这种单独指导让朱红兵受益匪浅。集训队的考核快要来临了，可朱红兵的射击成绩却出现大幅下滑，教员能否帮他找到原因？李峰想碰到了让他最头疼的攀登科目，他又该怎么想办法解决难题？军事纪实正在播出，勇士集训队。中午稍事休息之后，下午2点整，集训队的训练又准时开始了。我们在过障碍的过程中一定注意安全，小组之间特别考员目的时候，小组协同的时候一定协同好，别着急。500米国际障碍是下午训练的第一个内容，在500米长的距离上设有双道独木桥、高低杠和高墙等一系列高难度障碍，每名队员负重22公斤的背囊，四人一组扛着300斤重的圆木穿越每一个障碍。500米国际障碍不仅对队员们的体能要求高，而且还需要队员们有集体意识，相互协同才能完成。同时，这个科目的危险性也很大，扭伤、摔伤随时可能发生。朱红兵的身材看起来多少有些单薄，背着22公斤重的背囊，再和队友们一起扛上圆木，朱红兵能不能坚持下来，让人不免有点担心。训练整整进行了3个小时，朱红兵却没有打退堂鼓，他就这么背着背囊，扛着圆木跑了3个小时。其他队员休息的时候，他也一直坚持训练。从他的眉宇间不难看出他身上的那股韧劲，也许他的心里最清楚自己和老兵们相比还有差距，只有每个科目都紧紧地咬住老兵，才有可能通过一周后的最后考核。身体素质出众是一名优秀特种兵的基础，从勇士集训队组建的那一天起，体能训练就是每天的必修课。无论前面的训练有多么累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也不能取消。这一天的体能训练有3个内容，每名队员要背着22公斤重的背囊跑3圈，然后穿上8公斤重的沙袋背心跑3圈，最后是恢复疲劳放松的状态跑3圈。这个训练场的一圈是400米，3个内容相加就要跑近4公里的距离。此前他们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500米障碍训练，在记者看来，就是铁打的身骨也不一定能承受得住。对负重比较重嘛，可能说跑起来对心肺功能要求还是有一点强度的。你极限能跑多少？最远一次我们跑12000米。其实高强度的训练才真正是勇士集训队的特点，在集训队队员看来，没有点超人的真功夫还算什么特种兵。而对于队员们的能力，集训队队长张建军自豪地说出了这番话。队员每天就是平均最少都有10公里以上，
那我想现在训练都已经189天了，我想我们这些队员脚底下观音脚跑过的路程，到现在为止至少有1800公里以上。因为江苏啊、山东这一带比较远的这个队员讲，他们可以用脚都已经跑回他们老家了。在勇士集训队，正是这一次又一次挑战极限的训练，把队员们的训练热情不断引入高潮。仅仅2天，朱红兵对多目标设计的成绩就有了大幅度的提高。除了自己反复琢磨教员讲解的动作，他还主动找李峰晓这样射击水平高的队员请教。拿枪击，好，激发。感觉对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，因为前几次考核都没有考出自己的最好水平，就是有很多小小的遗憾。我想这次如果发挥正常的话，出去应该没问题。上次跑了2个目标是吧？对，也练了2天了，感觉怎么样了？应该没有问题了吧？没问题。Go。可以，时间16秒082，16秒082，时间你了啊！经过2天的训练，朱红兵在规定的时间内击中了全部12个目标靶。11号，12号，好，就是这种感觉啊！打的时候一定是自己心里不要慌，要调整好，然后往里姿势一定要收紧。这个全身一定要腰要下塌，肩要离合，知道吧？枪一定要举稳，这种感觉节奏一来它就快了，知道吧？啊，不错啊，练了这2天还是很有效果。2、1，走。勇士集训队最后的考核有10几个科目，而要想顺利通过最后的考核，还必须做到各个科目的成绩比较平均，一旦有个别科目差距过大，也会被列入淘汰之列。因为作为参加国际侦察兵比武的培养对象，真正的参赛队员必须是样样拿得起的多面手。和朱红兵对多目标射击面临的难题一样，李峰晓也同样有头疼的科目。我最大的科目弱项可能就是一个攀岩了，差距可能比较大了。这个别人最快能爬24秒，我可能要爬50几秒，将近1分钟。不要来了。这是攀岩中的挂壁训练，李峰晓就出了问题。这只是攀岩前的热身训练，以教员的口令为准，站成一字队形的队员们快速奔跑后，在攀岩墙上找到固定自己的位置，而且不能摔下来。然而，李峰晓竟然因为动作慢被挤了下来。攀岩墙上的位置有限，像李峰晓这样对攀岩技巧不够娴熟的人，被教员发作核心力量练习。核心力量练习要求队员们面朝下，只能用肘部和脚尖着地，以支撑起全身的重量。手啊，肩部啊，腰啊，髋关节啊，膝关节，还有身体的活动感，训练吧，完了之后基本上整个身体的活动感。把这个关节的那活动开。热身之后，李峰晓和其他队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攀上15米高的攀岩墙，最后用手摸到放在攀岩墙顶部的易拉罐，但李峰晓却在爬到一半时出现了失误。他是从上面一块上去了，还是从这儿有车。你的脚老是脚是曲的，你很多点那个脚都是曲的啊，这个不是这个重曲啊，你先拨，就往上抓肯定抓不到嘛，蹬直了，
就这样伸上去。你很多点都这样啊，这样脚就曲的，躯干拉不开。在教员的指导下，通过不断的练习，李峰想的动作有了明显的进步。再次进行15米攀岩墙的攀登，他顺利地爬到顶端。在考核前的最后几天训练中，所有队员都像李峰想和朱红兵一样，突破了一个个难关，努力提高自己的弱项科目的成绩，巩固强项科目的优势。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一定要坚持到最后，成为通过考核的18名最优秀特种兵中的一员。考核开始了，勇士集训队的26名队员在越野、射击、攀登、滑舟等10几个科目中奋勇争先。李峰想和朱红兵闯入18名优秀特种兵之列，他们也将作为参加国际侦察兵比武的对象，接受新的训练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也看到了特种兵的坚毅与刚强，他们无愧于勇士的称谓。漆黑夜晚，直升机冲进黑暗，飞行员如何寻找险象环生的野外着陆场？他们的实弹攻击训练在夜间进行，又有什么巨大风险？军事纪实近期播出夜间攻击行动。怀着对儿子的深深牵挂，新兵的父亲从浙江义乌来到大兴安岭深处的伊木河边防连，半年不见，当兵的儿子在英雄模范连发生了怎样的改变？边防军人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豪迈？军事纪实下期播出，当兵来到伊木河。